偷懒啊，我今日喺医院好开心啊，有两个以前照顾我嘅姑娘嚟探我，仲送咗一束好靓好靓嘅白花俾我。我呢个月收到嘅花，仲比玲姐乡下收到嘅仲要多。我会努力噶啦，大家一齐加油啊！阿杰，今日落雨啊，你有冇带遮啊？冇喺你身边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，知唔知啊？阿杰，我啱啱做紧化疗啊，所以听唔到你电话。你而家喺度忙紧啲咩啊？系咪喺度作紧曲咧？你知唔知啊？我真系好中意你作紧曲好投入嗰个 feel 情噶。我好挂住你啊，唔知你系咪一样咁挂住我咧？喂 ，JJ， 李亚敏，你翻嚟啦？小 Sir， 你翻嚟就好啦，走走走。Helen 呢 ？Helen， 我屋企做 BB 啊。谂起 BB， 我都好挂住佢啊。咁我打电话叫佢带 BB 嚟，好唔好？千祈唔好啊！呢度咁多猫猫狗狗，一定好多细菌嘅，对 BB 唔好。咁啊系，既然你翻咗嚟，我哋大把时间见面。嗯。诶，做咩唔听电话啊？文，阿杰嚟噶，我想录低佢把声。呢样嘢我真系唔敢玩啊！如果我唔接我老婆电话，肯定会俾佢闹死啊！阿文啊，你坐下先，我去帮只狗冲凉吓。嗯。阿文，啊，你唔喺屋企咩？我仲以为你喺屋企休息添。喂，我而家喺公司 ，Ada 介绍俾我份工唔错，嗰个导演要求好高，我谂今次合作会一个好好好好嘅作品。我仲有个好消息要话你知，头先我突然间灵感到谂到一段好优美嘅旋律，我写低咗噶，我觉得呢首歌一定非常好听，我翻嚟吹俾你听啊，好冇？仲有，我有一件事。要好慎重咁同你讲，我希望，当然喺电话里面讲，我觉得唔系几够严肃，但我都系想同你讲咗先。我希望你嫁俾我，因为你知道，我唔系一个只可以分享唔可以分担嘅人，我想同你一齐，就算你病咗。我同你一起分担，去分担你的痛苦，令你快乐。真的，我已经做这个准备。嗯，我知道在电话里面讲这些事好像不是挺好，但我真的很心急想告诉你。这样啊，我现在去录音室跟他们商量有关音乐的事先。我就给一日时间你去考虑，好不好？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今晚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知，但我告诉你知，如果你拒绝我的话，我就会将我们的结婚戒指扔在厕所里冲走它。你明白吗？它是我用了很多个月很多时间用了很多精力才揀到的戒指，戴在你手上会很好看的，但如果冲走了就没有了。所以你千祈千祈不要拒绝我，知道吗？OK， 拜拜。我是阿健，我现在很忙，请你留下口信，我转头会回电话给你。乜你用留言来求婚咁冇诚意的？我告诉你听啊，我而家个病好翻晒噶啦，到时变得好大食，食穷你，你千祈唔好后悔。我一定唔会后悔。小明。Thank you.
嫁俾我，我要住大屋，冇问题。我要养好多只狗噶，好。我反份，我都系。我保证你嫁俾我之后，我一定会养到你肥肥白白。你啊，你最叻氹我笑。我唔想见到你喊，我想见到你笑。阿文，你已经答应咗我啦，系咪？不过我想做一个冬天嘅新娘，我俾三个月时间你啊，三个月里面你去赚钱。之后养到我肥肥白白，我嫁俾你。你答应我啊！你答应我啊！